喽，我是可恩，今天又是个美好的一天。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的。起身的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刷 Facebook IG 啦。不要误会啊，我不是赖床，我只是开始每天的工作而已。没错，我是一名内容创作者，很多人一般都会叫我做 YouTuber、KOL 或者是博主之类的。哎，没关系啦，都是一句宝嘛。一般上我的工作就包括了上网学习新事物、研究新产品、回复 email、准备 video 稿，不学习很快被淘汰的。拍 video、做直播、拍 TikTok、拍照、edit 照片。有谁一张照片要 edit 美美，少少也要一个小时啊！尝试新 filter， 准时 update IG story， 剪片、找背景音乐、找适合的音效。这声音真的不好的时候，真的想哭。影片剪好之后，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上传。如果 internet 不给力的话，要么就 upload 不到，要么就 upload 很久很久，所以上片日我都不太敢出门。等一下啊，约喝茶，等我 upload 完 video 先啊。不过现在我就有两种选择，有了 DG 的 fiber broadband 配套，要么我在准备出门的时候用超高速 home fiber broadband upload 好我的 video。要不然我也可以在路途上面用 Digi Internet Freedom Mobile 60高速无线流量配套来 upload。 到达目的地之后，拿起手机，嘿， upload 好了耶，这样就可以准时上片给大家看啦。拜拜，我去见朋友啦。